はい、ここお網の準備が遅いまた逃げられるぞ。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点赞、トーピー、賞賛、イージェン3連お願いします。あれ、おしろいかい。これがもし全部残っとった分はレジで値引きするんやって。で、最大1000円。本人像老表，但老表的话是，因为跟女朋友一块玩的玩吧，所以就没有来。今天主要是我闺女特别想出来钓鱼，就是钓鱼就直接吃。今天我们就钓，为了钓鱼吧。一会儿看一下，一会儿我准备点个一是龙虾，然后再点个这个鸡的半身，就是油炸鸡肉。就一半的全部大块的炸的，来一个尝一尝，看着很诱人的样子。好久没来这家店了。看我闺女的带闪光的，她就想喝这个来咬的这个带闪光的。可以讲一斤弄到了没有？可以讲，慢慢喝。慢慢喝。食べへん。私伊勢海老のマヨネ焼き欲しい。どこにあるの？これ。ああ、これ。鱼的话都在这里边看，在那边游来游去的鱼。看这里边鱼，这样是直接游的。那这个的话是直接钓，都是直接钓的。来挂上了。何とる？何とる？何とる？うん。おお、何何？コーン取ったよ。なんか向こうはさ。ヒラメとかは餌じゃなくてなんか引っ掛けるやつ。ちゃんと取ってよ。ちゃんと取ってよ。キリちゃん持ってな。赶紧饵下去了，等着鱼再上钩了。走，鱼来了，鱼来了。哎，大家不饿呀？もっとこう。哦太啊，逃げた。逃げた。这个是没有倒钩的，所以就是为了安全嘛。好了，钓到了，你看，闺女看钓到了吧？嗯，啥的啦，刚也。就是你来喝酒的话，点饮料的话就送一个。今天是鸡肉，还有小葱菜。加油！芥末，很大香。我也能吃点虾，别的吃不了。トラちゃん食べる伊勢エビ。エビ。伊勢エビって。え、みんさん。うん、ありがとう。キリちゃん。エビ食べる？何になるで。ならへん。キリちゃん食べる？キリちゃん。
海葡萄。えそのまま。海葡萄。海葡萄の人参のままで呼んでる。海葡萄。嗯。再来是香，我只能吃香。像这像这虾的话。这是刚才钓的钓鱼，这个做的生鱼片。因为我们把那个就是把那个鱼骨做成味增汤了，让他们，所以你看不到那个会动的。如果是没有做味增汤的话，鱼骨头的一半要在，就是为了保证新鲜度嘛，鱼骨头还鱼还在动的。你在干啥呢你？嗯，那你是弄苦些什么？好呀。来放吧，爸爸。来放吧。不叫了，快走吧。好。好。不知道，你给打。那这个是钓鱼鱼头做的味增汤。5月11日鱼头。这个东西是喝完酒的，回家之前来一碗，特别爽。一番さこの連休の時って書き入れ時やんか今。一番こう書き入れ時な時にさもう休業しやなあかんってもうやってきやんよ。就跟我们老家一样，喝完酒，来来碗那个，喝完那条，那种感觉一样。想要问一个炸鸡块。ケイちゃん食べる？見て。食べる？え？食べよう。食べよう。はっきりと言う。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ってもうリュウちゃんじゃないわ。リンちゃんずっとなんかそういう首振ってさ。おお。うまそう。めっちゃうまそう。みんな食べて一番食べやすいところ一番食べやすいところもう入れ物じゃなくてこうそういうこと三方天元プリンニットルグッド好吃好吃好了，吃饱喝足了。哎，味道真很不错，那个炸鸡吃了也很不错。好久没吃那个这样爽的炸鸡了，我怕胃有点受不了，所以炸鸡就吃了一半没吃了。明天便当带进去吧。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了，期待你们点赞、评论、转发和收藏。喜欢视频一定要点个关注啊！拜拜，儿子拜拜吧。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